今天突然想吃爆煎蛋糕，芒果味的安排，可是这生日快乐，呵呵，好吧，谢谢。绝对不是生日啊，就是很想吃，我想给它绷起来咬，会不会爆浆漏浆啊？算了，看这刀太秀气了，这刀真的太小了吧。好久没吃了，这个刀，原来它这里面有大的刀，我没找到。我说那也太小了。那个珍珠蛋糕就爆浆的好吃一点，这个奶油是那种带一点点咸咸的味道。好吃，我感觉被我吃的好埋汰呀。等会儿。